新闻首先要来关心到最上险农业损失的消息。西南气流伫嘉义县连日落下强降雨，因为积淹水，地疏导航的作物灾情陆续传出。其中最上险大约有35公顷的木瓜，因为淹水受灾，损失金额估计大约287万。县长翁章良、立委蔡依依到场来勘查，并协助农民争取补助。县长翁章良8月7日上午会同立委蔡依依、水上乡长刘景祥、水上乡农会总干事林崇贤、农粮署南区分署罗正忠分署长、嘉义办事处主任罗三叶，以及民意代表林雄廷、吴英俊、杨秀琴、罗怡金，前往水上乡勘查木瓜、菜瓜作物受损状况，经勘查木瓜因为淹水已经出现外果的状况，菜瓜无花黄化落落，无大结果。嗯，你看吼，这个木瓜花拢生果生到安尼吼，迄个水淹入去到咱的这木瓜园内底啊，那它吸收很多的水分，那造成对它植株很大的一个伤害哈。那农民要做很快的要去做整个这个整理这个田间哈，包括这个农田，那整个要做护所有的这些修护哈，那所以需要很多的这个时间。那我们希望等到雨停了以后，我们农民能够赶快的护耕，那赶快的修护。那当然这边要需要农委会来帮忙哈，那所以我们希望所有农民，我们县政府会很快的，那会清查所有的伤害，然后报中央，那赶快来申请相关的救助。那请大家放心，那大家等到雨停了以后，赶快。想办法，那怎么样让自己的伤害到最少？那可以赶快复耕，这是我们最大的期待。所有的咱的农作物，甚至未来我们的二期稻作是不是有迟延性损害？所以，我们是要求农委会说，应该要体恤去改这个农损是全面性的，所以应该是由地方政府只要确认品项后，那农委会这边立即来核定那个灾害救助的一个措施那。我们陈吉仲主委昨天已经有做类似这样的宣示，好，那我们希望在明天，好，可以把这样的一个公文正式发给地方，那地方政府确认地方损害的品项，那农委会就来核定，省去这个中间还要有所谓会刊，然后还要有这个提报的一个作业，然后让赶快让农民哈，那就赶快可以哈拿到这个补助，然后可以赶快复耕，然后可以恢复他们的生计。县长来关心农民，也希望农友较紧复收，在开日以后赶紧来复耕。这个部分也会请农委会来协助。农民灾情损失，县府会清查报中央，申请相关的补助。谢谢新闻蔡明堂、朱祥香、蔡宏博德。现在想要煮预防虾，一定要上网络登记，使用手机啊，不免两分钟就可以登记好势。首先，你要做意愿登记，填好画面上面的基本资料，然后送出等待卷讯通知。只要咱阿中部长宣布你符合这个阶段的施打条件，就赶紧上网络去登记哦。点开预约选项。外面就会出现三种预约的方法，大部分的人是使用身份证加健保卡号码，紧佮方便。那即个嘛是要用这种方法来让大家做一个示范，点入去，将你的身份证号码、健保卡顶端的卡号把它填好，进入图形验证码的验证，就会当到最后一个预约的画面，选择注射疫苗的时间。加地点，将你的基本资料填好，将你想要爱注射的时间加地点选好，勾选阅读并同意，最后送出资料，安尼预约就成功啊！要提醒咱亲戚好朋友，记住自己施打的时间，然后携带身份证、健保卡、印章前往接种站，手机也摕出来，以你的预约注射真方便。赶紧注射，保护家己的健康，也是保护咱厝里的人的健康哦。